醒目啊，好嘢啊，真係。咁醒目啊，真係，要攞水。依度太多啊！即係唔准攞咁多水啊！本來，本來唔准攞咁多水，因為一倒到時係咪大笪咯？咁係少少水啊！我哋係用好少水嘅啫嘛。又係好少嘅。係啊，係咪啊？唔准攞一大杯水啊！貪心啊！你知我用水啊！多水一陣會倒瀉，咪濕得滯咯。所以話多啲參考資料咧，你咧就唔使出聲嘅，就搞掂嘅，知唔知啊？你中意點就點，啊冇話啊，頭先咁都唔係錯嘅，啊，但係咧你覺得好似唔掂咁咯，你自己覺得啫，係唔係我唔係我覺得，我覺得冇事嘅，我覺得寫幾版字喺度咁就得嘅，啲字都可以參差咁寫嘅，好似一個山一個山咁寫一版嘅，係咪？一版大啲，一版細啲咪得啦。你睇過好多畫都係咁噶啦，係咪？嗰啲係樹葉嚟嘅喎，知唔知啊？是松樹的樹葉來的、OK， 你知道就可以了、有時山石都是這樣畫的、山石都是這樣畫，如果你不是當它樹葉、當成石頭都是一樣的、那些是筍來的嘛，是不是、一塊塊那些是筍來的嘛，是可以的、知不知道、不過你是中間有一條樹幹的嘛、那條樹幹可以當是泉水的、是不是、是一樣畫法，筍就是一條條線叫做筍、知不知道、你因為舊時上課的時候沒有畫到一條條見到線就叫做筍、任何一條線畫到石頭那些就叫做筍，但畫樹乾就不是叫筍的了、畫到石頭那裡一條條見到線就叫做筍、一條條見到線條就叫做筍，見不到線條的呢沙沙地筆就是擦，得筍擦兩種來做成石頭的，咁你嗰個幅畫咧，筍少啲，所以你唔知道誒咩叫筍。你坐低係咪？嗱，你坐低係咪啊？依度就少咗啲筍啦。你俾啲墨擦做曬佢啊！有一條條好似畫翻樹幹咁，一條條線喺度，你查下嗰度係咪有一條條線啊？係咪你冇咗啊 ？OK， 以後添都得嘅。好啊好。嗱，佢就好多筍啦，你望下依一度。嗱，依一度就係好多筍啦，係咪？望下，嗱，你問就得噶啦，有咩可以問？係咪啊？佢係咪好多筍啊？係。咁見唔到筍嗰啲，蒙查查嗰啲，咁樣嘅就叫做擦。係。咁樣石頭咧就係筍同埋擦。點同埋染，咁樣嚟做成嘅 ，OK。係咁。